场首战所安排够狠的先发阵容。当然，今晚台陆先锋第一棒镇守二垒防区，准备好22号内野移动城堡，全力向前，校花旋李宗贤。今晚先发第二棒，镇守在游击防区，准备好97号，要来拼尽全力，全速前进，迟恩齐。而在今晚所安排第三棒，镇守在左外野防区，准备好35号，年纪明星的棒棒糖，镇堂是王，王镇堂。我们将今晚众所瞩目安排第四棒投手指定打击，准备好99号，2024韩将选秀状元，从国防部长要变成韩将战神张玉成。今晚福邦将安排在第五棒镇守一垒防区，准备好46号，要来一棒击成全垒打，横将对手范国春。今晚福邦将安排在第六棒镇守广大的中央防区，准备好29号，强打又好位，带着悍将展翅高飞，深后卫。我们将今晚安排7棒，镇守右外野防区，准备好7号，悍将精武英雄陈俊。我们将今晚所安排第八棒镇守在三垒方区，准备好5号，韩家的攻势由他来，一棒一爆，王殿后。我们将今晚埋伏在第9棒，辛苦的蹲捕任务，准备好43号，要来为韩将立下丰功伟业，李威。王Guardians tonight starting pitcher，福邦将今晚所安排先发投手。